妈妈的国庆节礼物太特别了，你瞧好吧。普天同庆，顺便也教教你真本事，以后出去就不会再被欺负啦。妈妈，你要熟练一点，我反正是啥子招数都用尽了，都打不赢啊。哎呀，看这架势，你是准备挑衅我吗？好不容易过个节，你还如此嚣张，咬你一口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知难而退嘛，我不跟你发生正面冲突，我还想安安稳稳的欢度国庆，我们各耍各的嘛。来吧，我跟你一起玩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磨牙棒了。本来想独自享用，今天我心情舒畅，给你试试我超大号的磨牙棒，小心点，别给我弄坏啦。不许动，今天先罚站一天，然后再说还土归钱的事情。我不同意，你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吗？等我缓过劲儿来，我再跟你秀一秀我的实力。你这是啥子状况？劲儿还那么大，差点就被你逮偏了，看我咋个收拾你。打输了不许喊来吗？来吧来吧，我早就等不及啦。哎呀，你吃的好香哦，分一点给我嘛，国庆节还单独给你加餐，来嘛，好偏心哦。反正你都不给我吃，留了留了。